我现在要示范的是四连音省略第一个点，我会用脚踩拍子，那它会踩在四连音的第一下。1 E N R 2 E N R 3 E N R 像这样的速度，所以在每个 one two three four 的时候，脚会踩下去。四连音四下都打的话是 1 E N R， 顺序是右左右左。如果省略了第一下，我会用左右左，就是代表第一个点不打，但是那个空下来的时间，我用来代替，来咯，所以是连续的话是左右左是一个我习惯的打法。事实上，你也可以右左右，或者是右右右左左左，或右右左左左右。主要是声音出现的时间点是哒哒哒这样子的感觉。你要特别去注意空着的时间是要刚刚好，不能空太久，不然会变成这样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这不是四连音省略第一点的感觉啊，这样听不出来，应该是哒。控制的时间太长太短都不好。再来是四连音省略第二个点，打击的顺序会变成右右左，或者说右右左，来咯，右右左。再来是四连音省略的第三点，我们用想象一下它的声音，应该是哒哒哒。哦，省略第三点，打击顺序是右左左，来喽，右左左。再来是省略第四个点，所以听起来是哒哒哒打击的顺序是右左右来咯。这个就是第一组的练习，一共有四个变化，其实加上四连音四个下都打的话，这样一共有五种。试试看把这些打法全部连在一起，来咯。 1 2 E N R 3 E N R 4 E N R。再从头，熟练了之后，你可以试试看去改变这些顺序，但不要把速度加快。一开始先把重点放在去熟悉这五种不同的打法。我们接下来示范第二组。首先，我要省略第一个点跟第二个点，所以声音听起来是哒哒，来喽，接下来是相对于这个变化，我要改成省略第三个点跟第四个点，保留一二，所以是右左右左来咯。接下来我要省略第二个点跟第四个点，第二个点跟第四个点是左手打的，所以只要打一跟三，也就是右手就好了。打起来是哒哒或者是右右来咯。
如果你可以同时念拍子，念 one two three four 的拍子念出来会更好。相对于刚刚那个省略24点，现在省略13点，所以声音是嗯大嗯大，或者是顺序是嗯左嗯左。来咯，我试试看念拍子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现在我要省略第二个点跟第三个点，所以打击顺序会变成右左。来咯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反过来，我要省略第一个点跟第四个点，打击顺序会变成嗯左右嗯。来咯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three, four。现在进入到第三组，我要省略四连音里面的三个音。第一个是只剩下第一点，声音就是大，嗯嗯嗯。打击顺序就是右啊啊啊，来咯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再来，只剩下第二个点，打击顺序是嗯左嗯嗯嗯左嗯嗯，来咯 ，one 啊啊 two 啊啊 three 啊啊 four 啊啊 one 啊啊 two 啊啊 three 啊啊 four 啊啊，只剩下第三个点啊，是由右手来打的。声音是嗯嗯大嗯，来咯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好，再来，只剩下第四个点，声音是嗯嗯嗯大，由左手来打，来咯 ，one。two 啊啊 ，three 啊啊 ，four 啊啊 ，one，two 啊啊 ，three 啊啊 ，four 啊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四个点都省略，这个很重要，但很容易被忽略。你在算拍子的时候，手其实不用打，但是你要去特别体会拍子的时间，也就是那个空着不打的时间 ，one。Two, three, four, 所以这样子我们整合一下，一共有16个变化，分别是四个点都打，四个点都不打，这样就两种了。然后四连音里面省略一个点有四种，省略三个点也有四种，加起来就10种了。然后四连音里面省略两个点，又有6种变化，所以加起来一共有16个变化。音乐进行的时候速度很快，所以你要去练习以一组一组的音为单位，把16个变化全部背起来。